怎么了？嘘，来来了，这是我们家小店，只要你不嫌弃就行。不嫌弃，很好。我叫程了嘛，然后门口那个招牌上的程叔就是我爸。小管今天休息，我再叫他出来做有点麻烦。你要不嫌弃，我去给你做。好啊。就像星星和夜的时候，拿点儿什么？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糖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心底那一句？干嘛呢？这样分开就不好吃了。习惯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炒饭呢，你得这么吃才好吃。看着，嗯，好吃。我可能自己一个人时间久吧，这么吃才显得没有那么无聊。哎，可是你要去医院的时候。这医生举起彩超一看，这个人的胃好奇怪哦，怎么一层红的，一层黄的，一层绿的呢？长得跟金字塔一样。糟了，快快快快，快走快走，好，快跟我走。哎，帮我关一下灯，就在床上。怎么了？嘘，来来了，你爸不让你来吗？哎呦，我爸到现在都把我当个小孩一样的管着，他要知道咱俩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在这儿待着，我都不敢想，麻烦死了。我忘记锁门了吗？不是回家了吗？跟我玩猫和老鼠呢，一进屋我就闻见蛋炒饭的味儿了，空调也不关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没别人了呀。我是说除了你还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我厨房里做饭？哦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饿了回家吃啊，爸给你做呀。大晚上一个人在店里，你得把我厨房给我点着。哎，爸，我不是怕太晚了折腾你吗？那个厨房我已经收拾完了，那咱回家吧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行，回家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关灯啊。啊。
回家。走吧。你走好了啊。大神，挺住啊，我会很快回来救你的。